我们会选野村的原因是因为，就是我们四个是室，原本是有四位，然后刚好就是今天少来一位，然后我们是要想说，因为之后大三上之后，就是我们要各自去校外实习了，然后所以想说就是来这里，然后聚一聚，然后聊聊天，然后顺便当做是就是一种住宿舍的一种纪念，一种回忆这样。然后我觉得还不错，是就是这边的食物其实都还蛮新鲜的，然后还有烤棉花糖，因为我们自己都很喜欢烤棉花糖，所以就是非常好吃。然后还有麻糬，然后还有肉类的，肉类的部分其实他们的食材用的都还蛮新鲜的，就是非常不错。然后刚才服务那位服务生，其实他态度也就是很亲切，然后完全看不出来就是他们年纪竟然比我小，对，然后就是这里的服务都还不 OK， 很好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